啊，各位，我们跑来逛那个大润发。哎，吃完饭到卖场走一走，走一走，散步。我感觉大润发这个店比较少哈，所以比较少逛到，比较少逛到。那有盘子哎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个有四双盘，那个很多。沙拉哈，嗯，还装了和风小菜，嗯，和风小菜，小菜会烫菜，还凉拌小菜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看看有没有汤碗，我有汤碗，汤碗，买两个汤碗，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很缺汤碗的，各位。像上次啊，上次我记得有一个观众朋友在问我，跟我们讲说，哦，我们怎么都没有要拍大润发？有啊，有问啊、哦。有观众在我们讲说，为什么我们都不去拍大润发？是因为附近都没大润发啊。因为附近没大润发。附近都没大润发啊。无就无法度。无就无法度啊！我该搁走个外边去跳舞，跳糖去。灰哦，对啊，有点花。那今天刚好就是到外县市来吃美食，找好吃的店家。那顺便刚好看到他这里有大润发，我们就进来逛逛。嗯，吃饱刚好顺便运动一下。其实我觉得逛卖场运动还蛮好的。饭后百步走，不到99。那小蔡说饭后百步走不到99。对，饭后要走一下。对，要走一下。可是是不是有点丑丑的？嗯，好像有点传统那种，但是比川看起来不够传统。传统要龙虾那种。大龙虾。对，大龙虾。不过我感觉它那个是走道比较空旷。啊，没有，因为还是因为啊，现在这个时间没有人。啊，对啊。应该是吧。哦，安尼我不看到野生鲜，野生鲜的你可以吃吗？各位，这个较正，这也算较正卡所在吼。遐大概食饭拢较早。哦，对。啊，所以早了，现在6点多。6点多哈，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吃饭比较多吧。哦，生鲜在这区啊。我们进去逛一下好了。嗨嗨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粉丝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被观众扔出来。那我想喝珍珠饮料的，你在等我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它这里也很大哎。对啊，还蛮大的。对啊。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我们实在是也平常也没什么机会逛得到大润发哈。65，哦，65，哎，不错哎，是不是还挺便宜的？哎，对啊，那来带吧。你要做凉拌吗？好，我来做凉拌。各位，我会做凉拌杏鲍菇啊，好吃啊，回去再跟大家分享。中间。
一公斤哦。我们一般那个一包是多少？不知道哎。是200克吗？好事多嘛，那个是不是也是一点多公斤？好事多那个，好像是吧。因为我记得我们一般买那种小包的，好像是200克还是300克，忘记了。忘记了。这里搞不好有啊，现场看一下就好。好，好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像这个就是了。它是200克。我买了两。这样是200克啊，所以。啊，它一个一包才10块钱。10块钱。那所以一公斤50块。哦，那十几块还是比较便宜的。不过一包10块钱也比较便宜。有一包10块钱便宜。因为像我上次去前年，好像也要12-13块吧。所以这包50块。啊，你明我若买这包回来，你会甲我讲我买多少无？刚好是都还阿未煮完呢。哦，还未煮完，阿无买好啊。我小蛋可以10块就好了。我想说那个是不是把它拿来煮咕咕酱？咕咕酱哦，好像不错哦。那个蔬果挺便宜的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甜椒好像不贵耶。很便宜。那一盒这样39块啊？正常价格，正常价格了哈，300块。那凉拌这个笋子好像也可以。一盒23，它是写进口。哦，进口那不要买台湾的。台湾。走。艾文，这是艾文。艾文对面。对面好。啊，你们喜欢吃？艾文。艾文。哦，木瓜49块啊。那你也可以买。可以买，可以买。哦，艾文39哎。不错。39可以买。我们挑一下。促销商品。是没有很大颗啦，对，没有很大颗了，但是应该还可以啦。不要挑前尾就好。好，那你挑，我去挑我的木瓜。嗯，我去挑金针菇。99块钱。啊，你们要挑香蕉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打香蕉。香蕉。哦，芭蕉哎，棒。香蕉在那边，你要打果汁、哦。不要，我要芭蕉。我喜欢吃芭蕉。哎、欸，这里也买得到芭蕉、哦。对，好神奇、哦。对啊。打果汁，家里还有芭乐，芭乐跟苹果，苹果还有，有凤梨也可以，凤梨啊，你要打凤梨，凤梨，还是我们有这样就4种，哦，凤梨我看一下，
对，69元。面串，对不起啊，对。蜜凤梨49元啊，好像没。69，49，那先下吧。太熟、哦，回家就杀它，还是回家就回去可以杀哎、欸，还是要挑？可以，好，这个更熟，那个好哈，你看下面是谁啊？快到新加坡的拉皮，拉皮，好。好、oh. 好、oh. 我去看一下那边的赌场。好、oh. 哎你木瓜是不用标价哎木瓜啊、哦、我不知道要吗？要不要来一盒？可以啊，选那个就好了。我去市场再买。去市场再买。因为市场那个可以挑。好，好。我看这个鸡骨这样两个36块，还蛮便宜的。对啊。像上次我们在前年买那个鸡骨，好像就比较贵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熬高汤的话，这个就很便宜。对啊，熬高汤不错。哦，肉饼皮，看一下怎么可以买。还有牛肉、美国牛。没有带保暖袋，所以也没办法买这些生鲜的回去、啊。要不然我觉得他们肉品也不贵，便宜的，也便宜便宜，对。而且肉也很新鲜。嗯。看到这个肉就有那种做菜的那种，想要蠢蠢欲动，想要买回去做菜这样。哇，我带保冰袋，我多行，我等来是吧？各位收听啦，一段收听，这换关系吼。哥，哎呀，还带到家里没保鲜袋的话，那真的没有办法买肉嘞，只能买一些蔬果而已。好，我们走去结账了。好，结账了。他们进的货有不一样啊。家乐福就没有，那个全脸什么都没有。那买回来，这个我本来就是一直想要买，但是都没有买到。哦，好，买回来啊，做蛋糕吗？这个吗？嗯。可以吃。直接吃啊、哦？吃，这是起司，哎、啊，也可以跟生菜沙拉一起吃。哦，好哦。这个就都重复了。哇，我竟然很难得的地
真的哦，吃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回家。好啊，我们逛一逛，回家。这都唔捌看呀、啊。对啊，一边够遮啊，够会。啊、我很脆弱，不要捏我，对了。不要捏我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别这人，他讲捏那个咸蛋黄，这一般看无人在卖咸蛋黄。对啊，很想买它回来炸芋头。哎、欸，好、哦。炸芋丸啊。好、哦。每一个芋丸都要用半颗吧。好，买，要不要买一份回去用？要买49。嗯。好啊。应该差不多吧。嗯，好。那接进来吧。这好特别的食材，这个也很特别耶，干杯！要什么？这也是我一直想买的，凉拌海蜇皮。哦，好啊，那要不然就买回来试试看，做凉拌菜。